Hello, 好久不见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今天只是要录一个很简单的vlog， 就是我今天做什么。我刚才早上起来，然后我就化了一下妆。我今天是要去染头发。哦，忘记喷香水。Yes, baby. I'm going to eat breakfast, so I'm going to go shake it. This road is so wide. I'm going to shake it to buy bread. Oh, fuck, this is one way. Let's go. Shit. Good, there's a car coming. This is one way. 随便的，随便的，我以为已经到这个买面包的地方了，下车去买面包。我买了面包回来呀，这个是炸的芋头，另外一个是水果tart，两个都是我的 favorite。现在就要去弄头发，我没有涂口红，整个嘴巴，整个脸好像。 涂一下口红。 涂好了，你可以先可以出发了。跟你们讲，我已经忘记我几天没有洗头了，应该是两天。反正要去弄头发嘛，是不是有人帮你洗头？我昨天就没有洗头啊，所以我现在头油油这样子。听讲那个头皮出的油啊，染头发的过程中是可以保护你的头皮，所以我就没有洗了啊。<笑>我是希望等一下不会有人嫌弃我的头皮啊，因为只要是有点油。 好像终于出门了，今天的天空很蓝诶。今天天空是不是很蓝？是。因为我想喝霸王茶，可是我已经迟到了，我觉得我不可以去买。到了，前几天，又12点半了，迟到了。哇，天空真的很蓝诶，只能看。 Thank you. 哇，你要拍我倒水？他们给我吃一下东西先，吃这个先。 昨天。
第一天来这边做工。Yeah. OK. 我们就 Let's go. Let's go.嗯、我很喜欢上镜的。哦，你也是要上啊？他也是很喜欢的。我抢他的。我刚刚就已经漂了头发一次，现在他们就帮我上色，就是现在要等这个颜色。妈妈还给我这个保护我的脸的，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泡泡哥？我染的颜色是浅奶茶色，你抽了吗？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染出来会怎么样。然后我朋友刚才点了一个霸王茶来给我喝，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环境。啊，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好看？出来了喽，天也暗了，看到我的头发颜色吗？有没有很性感呢？看吧，我的头发是不是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like so clean, see everything just clean in just one tone of color, baby, 到家了。我跟你们讲，刚才懂我喷几手汗嘛，他 order delivery 这个霸王茶给我的时候是吗，他叫那个 delivery guy 讲 call my name， 就是 call 我的 name， 朋友写那个名字是 PET space PET space HEY pet pet hey 然后我朋友还写 don't call just pet， call the full name pet pet hey。Good job, man. Good job. 幸好那个时候我在洗头，要不然我朋友真是短那个 delivery guy 去死不了。还有我，我一坐回去我位置拿电话来看的时候，看这个 pet pet hey 哦，真是笑死我，不可以顶。理发师要帮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一直笑，我笑到抖，懂吗？几尴尬，我老耶。我是会还他钱。OK， 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Hello， 这就是另外一天。我现在在等我朋友。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吃一些东西，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头发，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这个颜色，就很有气质，就很高冷，跟我一样有气质。喂，哇，真的很喜欢呢，你看有没有很有气质？啊，看我这架车，哎，看我的手，看我架车。是不是很有气质 ？Oh my god！ 那这是我今天化的妆呐、啊。不好意思哈，我的 camera 刚才已经死掉了，我已经挖一个洞给他。哦，我的朋友已经到，我有看到他。Hello， 倩女。Hello。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什么 Navy 啊，总之就是 Troy Navy 的一个 cafe。Let's go, baby！ 这是我点的。哎，你的手哎。很喜欢鸡巴耶。OK， 我要开动了。哦，灯王破了哦，要送完了。带朋友一起去吃个午餐，我们现在要去吃巴士烤肉。 Let's go。 这是倩女带给我的早餐 Spring Roll， 很好吃，酸甜的。我们现在到了，喝手又酸。来，我帮你开。啊，来帮我开。 Thank you 啊。哎呀，我也是开不起来。Thanks.
这个是，要不然这餐韩国餐，这烤肉少一点灵魂。哪里有很沙哦？哇，烂了你的手。居然才看九月的吃，看韩国烤肉了，木瓜。再来一碟烤肉饭，辣椒、蒜梅、番茄。哇！我们现在吃不完，我们在休息中，太饱了，真是吃不完。这是我第一次吃不完，吸个饱。我现在很尽力的在吃，我这样子慢慢一片一片慢慢吃，有10片，我们一人5片，我已经吃了2片，可是我好像感觉我已经吃了很多，继续吃了。